他应该是把队友的钱全部都挖走。队友快骂他！队友快骂他！队友快骂他！快点！我要挖到最下面去啊，队友！欺负！希望受伤了。中间我挖了。光玻璃。碎光光。哇，好多黄金哦，好扯。堵起来，不要让他们看到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不要再讲出来了，对面要来了。蓝队来了，蓝队来了，有一个下去了，有一个下去了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好穷的，穷的，哦，还差一块钱，有了，帮忙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快快快，那个加特，我在堵那个蓝队的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我先快速回家，给你们努力，哪里在哪里？随便补，你随便补，干扰他，干扰，我们没有桥，走得好累哦，杰哥在我的床。哎呦，小帮手在马上做桥了，我好穷哦！小雨那边过去了，穷，有有，我挖了，没关系，努力来了，两阶段，好，我故意放假的，我故意放假的，知道，挖挖挖，你挖，猜猜看哪个是真的啊？有，钻石已经被挖了，猜猜看，有了，我的。我们在干扰，我们干扰那个蓝队的。买一组，好好笑！而且我刚刚放假了两颗，然后这里猜到假的。哎，还有吗？有印象哪里还有？这边的我记得都挖了，我下来的挖的。对，好像印象中我那条你都挖了吧？那就第二个蓝队下去了。嗨，哇！我要去另平。一直有蓝队过来哦。哇，好快哦！嗯，有钱呢，快去换钱。都没东西。有一个蓝的。我们家怎么那么蓝队啊？哎，我挖到对面通道了。蓝队。去对面挖，去对面挖。我挖到对面通道了。挂个过去吧。来对面挖。再去对面挖了。上去挖，他们通道。蓝队抓回。你也不要上去，你们那里。对，蓝队在我们家啊。嗯。喂。各种党，加油加油，挖挖挖，加油挖！这到底是我们家矿坑还是他们家矿坑啊？都是不是啊？这应该就是直接交换，交换彼此交换。哎，那我要去做一件坏坏的事情。坏坏的事情，坏坏的事情，多坏！啊，这边给你们了，这边给你们了，我挖上去。他们一直干扰，好烦哦！不用干扰，我们就直接去他们家对面就好，反正就，就全。他们在那里也在干扰，互换家里喽。就互换家。有钱有钱，哎，我的我的。拜拜。今天有个玩法，什么不一样的？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们不一样。箱子达人。箱子达人，直接用飞的箱飞到你们家里都不能走路。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感觉不，可是箱子它有规定放在哪里吗？它不是有规定那个石头上就好了，鹅卵石上。石头上你就放鹅卵石就可以了。嗯。那我要把我们家这个挖一个洞。好了，你们加油啦！其实他们的人都没有在挖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们没有啊，他们都自己玩。那我走啦。我做完坏坏的，他们就在那边玩，赌来赌去。对啊，我一个人牵制三个人在挖我脚底，耶！真是快，谢谢。哪里上去了？啊啊，我们那个啊，你头上左边，左边头上，哎，这个啊，呀，哦，啊，继续挖铁给我哦，谢谢。这群，对，你怎么是你？劳工兄弟，劳工兄弟，太烦了，真的。嗯，快点挖，快点挖，干什么？快点挖！你们已经让我们家那个进水了。我弄好了。我正要去呢。我说我要做坏坏的事啦，是不是？跟你讲，那里面只要再放一个箱子就无敌。啊，我已经放了。哇塞！我才正要进去放哎，这女人。魔女，魔女，是不是很坏啊？恶魔，赶快挖！崩溃了，那这样是不是真的坏坏？真的就完全就炸不了了。好神啊，这直接封印，除非是把那个整个都弄掉。挖，
想办法制造一个空间，然后炸掉那个。好，可是很难弄啊。对啊。好了，你们加油，我要去别的地方了。哎。门有办法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。门都没有。干嘛？哎，因为我在水里，拆比较慢。把他家当我们家。慢慢堵啊。我们没生奴隶啊。啊，好像有两阶，两阶，哦，两阶，好，两阶，真棒，嘿嘿，你继续装啊，真棒。等下那个蓝色是很努力，顶飞了，很努力的在挖，百五。哎，有人在我们家领钱，可能要买什么奇怪的东西喽。现在没办法丢。他把那都拆掉，但是有一个箱子在那里啦。我们家玻璃屋就一个箱子。对啊，剩一个箱子在那里。对，门也被我破坏了。5块钱，想呼吸都不行。休想！休想！可那个还有解法吗？还是目前也没？无解了吧？无解。就看你用石头。你要把想办法堵一个就围起来，填起来一个，你要自己填。很难啊，把水堵掉，填一个石头的区域出来。Tell my friend。嗯，而且你弄完那么麻烦之后，我们只要再做一样的事情。我们只要再去再放一箱子，直接吐血。不知道是船，应该是船头的地方有一个往他们的路，往他们家的路。嗯，可以轰炸。那个赌石头小达人又来了。对啊，你要来赌石头了。我中间在跟一个我把小伙伴推下去了，对不起，我把小伙伴推下去了，摔死了，我屁股有点大。楼下是有一个敌人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还是炸还是炸？哎，剩5秒，有他们看到炸哦，有啊，他们都飞走了，可以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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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下面我挖走，啊，上面被挖走，上面被挖走，哇，好多人哦，下面我挖。哇，又来了，还可以，好像只挖到一个而已。还是有一个在家里打架，打架了，打架了。我们家已经被炸了，打起来。有窝囊死，大喜了，心跳跳了。当监工，开始修缮家园。啊，掉下去了，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。哎，奴隶还没删吼，还没。阿金，你好有钱呢、哦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超安逸的，我在他们家的下面挖过，然后没人弄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全部都跑过来了，原来是间谍啊！哎，嘿嘿，我们三阶就靠你了。是我现在在这边有点远。怎么进来啦？为什么进错了？为什么他进错？我觉得他是进错了。进错了。啊，尴尬，尴尬。哎呀，尴尬了。我都是盗版的，笨掉。你确定？一定不是我昨天有跟他玩东西，笨掉。哎呦，我真的好东西啊！他把自己围在里面。还有事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想跑，可是跑不走。耶！应该是被听到，他们有人挖我了。可恶，我都不讲。你应该要说哦，没有啊，我躲在某一处这样。没关系，我也在他们。三百两吧。真的。我们国王也在他们家挖东西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国王。哎、欸，哇、啊！一个打两个，哎，他逃到我们家了，他要去我们家。对啊，好了，他先来了，嘿，好，那你就咦，有人在玩船，好玩的感觉，上船了，小雨是上船了，我坐人家的船，跟着他走过去了，我坐人家的船了，我去。哎呀，你要干嘛啦？哇，哎、欸，他们有人想要去挑战那个香香哎、欸。哦，哎呀，你没有船了怎么办？干嘛啦？我放弃了。哇，我放弃了。那只好走啦。
挖矿你死了。挑战失败。啊！要死要死要死了！我知道我拿木剑了，没有钱的。看戏看太久。欸，我觉得他那个有成功哦。哦，我们家看得好生气，我要走了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好猛哦！就把它补起来咯。对啊，我们要努力三击耶。妈呀，家里一直有人进来啊。有客人。欸，对耶，有客人啊。哎，箱子还在。没来。也是哈，这赌法没办法。客人，客人怎么可以走？客人不要走啊！再多留一下。客人，那个水下玻璃屋，因为你放鹅卵石堵，他每隔一阵子还清那个鹅卵石，对吧？可以啊。哦，就会有，就会哦。哎，客人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船啊？痛苦到爆炸哎！真的，你要很快速把它弄好。耶！他身上有钱。哎，如果说把它堵满鹅卵石之后，让它自己消掉，是不是水就不见？它是补成水啊，它是变成水。啊，对。耶，要炸弹，又要炸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喂，要三阶。谢谢，谢谢大干爹。我可以捣乱的吗？可以啊。不要，你要先说好是捣乱我们队，还捣乱他们队？我们家，我们在当间谍吗？他们好多人过来了，这么巧！哎呦，啊，好多东西啊，牛排啊，牛排！不是，这是船呢？为什么船会有水啦？僵尸把船看成牛排吗？牛排，太好吃了吧！很多牛排在底下，我们都在这边免洗。哇，他放一个失明。很多牛排在底下。哎呦，哎，失明，失明，哦，失明，失明，啊，好暗哦。下去了。欸，我们其实死的比较多，我们要想办法赚分。嘿，哦，还有金苹果，有吗？那个吗？我好像看到，对，就掉到水里。家里有一个，哦，看到了，拿盾牌的哦，很强的哦，全身铁装。那个矿坑，矿坑，那是谁？哦，我，他在揍我哎，他一定偷看台，偷看台，观众。然后结果他是大干爹了，我才不管呢，哇，照打我就不行，我揍死他，揍死，哎，啊，好痛！哇，那个后面还有一个，哎呀，哎，好不容易游上来了，再打，西瓜，啊，挂。还有盾，接下来怎么解决？啊哈，挂！我死！不要跑，那我们来玩一下嘛！过来，过来！好，又上岸，我又上岸，再下去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好多人哦！金苹果，你这样挡得掉我吗？其实我只有木剑而已，打人超痛。打到我吗？装腔作势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我去换一下剑好了。哎呦，我直接想要来挖挖而已，我还没钱。难道我吗？嗯，被偷钱。哎，来呀，走走走，哇，闪电异形，哇，白痴哦！看来有人遇到了。我刚好在老鹰的上面。干嘛？抓抓头也不行。我听到渐渐的声音。也想跑。安安，安安，安安。钱不够，你想去哪里？吃金苹果。你想去哪里？直接下来。你家有人可以帮忙抓我吗？一直打他们，布了简单的魔，一直来打。哎，熊爸爸，哎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一个。哇，你等我赚个钱。对啊，我想要弄个钱。好，挖钱挖钱。我第一道是不是没有人？啊，我死了。你说哪个地道？我们的地道。有啊，有敌人。有敌人啊，我就在这边，我被围啊，所以。我也在底，刚才在底下啊。对啊。所以你要出事了吗？
我看到在打架了，好累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然后我死了。他们一直来这边打，对吧、啊？就这一个、啊，一点基本的附魔装啦，他那应该有基本的，然后还有正牌。就这一个没，最讨厌。没有另外，先存钱。这是你吧？哎，不要不要进去！炸开先炸开，让他拿。哇操！谁丢手榴弹啊？哇！哇！我小心啊！你要先有一点基本附魔、哦。他们都在下面啊、哦。对啊。这个超烦的。